今天是大家是最后登记的时刻哈，唯一会登记总统候选人只有赖萧沛这一组而已。这是台湾民主发展上、选举史上最荒谬，这是国际级笑话。今天在什么南白河在，一个是诈术，一个是骗术。他两个人在尔虞我诈，只有一个结果很清楚，就是他们两个同时要证明意图是自己不当选，是不是啊？对。今天是大家是最后登记的时刻哈，但是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，今天到目前为止，唯一会登记总统候选人只有赖萧沛这一组而已，那很奇怪哈。国民党说礼拜三要决定，柯文哲说可以到20最后一天5点再来决定，这是台湾民主发展上、选举史上最荒谬，从来没有想到会发生这种事情吧？这是国际级笑话，就是让大家过去选出高安，造成了亲民之耻，每一个人都抬不起头来。我拜托新竹市民，我们拜托我们南港，我们顶一拜，新竹市要如何重新在国际舞台上发光发热？所以我们新竹市过去的光荣，民主的当选，绝对是可以完全来反转起来。让大家集中选票，支持林智杰，支持赖清德，好不好？好。